天天都要做事，没有一天不做，不是摘辣子耶，就是去田里拔草。总在农村部干活是什么啊？你干活就干福啊啊！那这么大的辣子坎，你锯掉它干嘛？明年不用吃哦。你就知道吃，我这下卡多余的，我要锯掉，明年梗都好吃。那你还不是只是顾着吃啊？那你之前赖过卡锯那么多，是不是拿回去晒着了啊？搞来暖水冲干啊？冲你的头，每次叫你来做，你就安安惨惨。那我现在头拉好痛哦，我想回去休息哦，昨晚喝多了。喝到底啦，人家出钱你出命了，吃了你喝到神经病了。那你喝到呗啊，嗷嗷 QQ， 我都不好意思说，我先走了，至少外国给我喝。我回去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倒转来。